现在中午11点半了，到饭点了。领导还讲了，上机场去吃点好了去。他自己呢，在家这个做饭啥了，有时候好懒得做，不咋就是说炒菜了，或者是好简单的应付。我是叫他去这个，让你去濮阳住的去吧。啊，你这这时候不住了，我不不去是这不两雇天了，你是不啊，去。嗯，不去啊，上回去了还没住一黑家了，都光想住请你了，来跑回来。这够了，就是住黑够家了没住完，啊，没住管，光搁家待着，那你该做饭了做饭，别光吃饭啥了应付是吧？啊，走吧，咱骑的这个三轮车上机啊，搁机场去吃点好的去。耶，哎，这个这没打起来呢，这儿有个开关，这样一打起来，它不蹬住了，这都是个座儿。啊，喝羊肉汤是啥？吃啥都中。喝羊肉汤吧。嗯，现在哈有点热，早上跟下午就开始冷了啊。从家里边这边上机场。骑车的话，大概有个6、7公里吧，啊，骑这个电车还是挺快的，20分钟吧。现在呢，马上就到了啊，前面就是王城沽集啊，这个集呢是每逢147，就集。平常呢也有很多这个饭店啊，有附近干活的，还有什么的都去饭店吃饭，啊，这个大姐店里哈拉着她一块儿吃饭。她不累，那咋弄啊？啊？收收吧，把这收收着一块吃饭去，啊！娘，你不用下来了，俺俩收拾都中。到这个羊肉汤馆去吃点饭哈。客官，弄俩烧饼不中？咱那个也喝完羊肉汤。我请你来吃的包子太多了。啊。你喝羊肉汤吗？娘，我不想。好，你自己干。吃一个就中。啊。下墙了。好嘞。上墙了吗？二十嘞，还2块钱一个啊？哎，2块。啊。啥够吃不？够。啊。你吃菜啊？我跟他娘家一碗羊肉汤不中？山西的核桃还是满人。要了2碗羊肉汤。再弄点这个，弄2碗菜。这是要了这个羊肉汤，20块钱了。我把你，我请你来买点啥吧？吃了，吃了，自己好不走饭。吃饭呢？干活嘞，来不及的，走饭请你来。嗯，啊，吃饭。要了这个素品，半了不恼了，看得到。10位的了。啊，还有这个羊血，啊，好吃吧。他都跟咱喝一碗儿，啊，俺吃的肉多大？哥，烟味儿了。哎呀，吃点蒜，喝着不吃蒜不得劲。吃吧娘，这不能生啊！这羊血倒着吃呗。啊。跟咱住的都。吃不住是啊，嗯，那跑多远，跟咱卖的得比这贵，嗯，咱家也没住一会儿，光走，你来起来都来，啊，我俩咱说咱俩打车回家吧，我不能打车回家了，嗯，王家不够再加点汤，他这管家，啊。吃吧。
听着也找你。又加了一碗汤，哎呀，这汤也喝不孬。你加一碗去吧，娘，就你加一下。啊，就你加多少？不要这么。成不要这么。啊。啊。中。让他喝出汗了都。啊，小区门口卖个土豆子馆，卖白菜，天冷了白菜好买。烧腊的红薯馆。啊。腊的红薯。种红薯畅销。啊。啊。年日都是。修理说冬天要弄烤红薯了。那管。哎呀，管啥他会弄啊？弄个卤的。不好弄。叫家伙子。烤葫芦了。烤葫芦。啊。吃饱了吗？走吧，咱走。两碗羊肉汤，一碗二十了。一个羊血，一个青菜，72。好。这要不要个钱？不要钱，啥也不要。啊？啊？不要。啥不要了？光光加油菜不？油菜。买点青菜，这不炒肉，买点。有。少买点。来，回家。啊。哎。啊，我不上了，那不管了，我走着走吧。那把你拉过去呗。你走得真远。运动啥？这一没有跑了好几天。嗯。啊。这个手棒子的机器看看啊，啊，这大了这车啊，手棒子啊，这手一亩多少钱啊？五啊，六七十啊，啊。那咱拿二亩回来，咱背都中了。是不值当的用车。对，种了多少种？种十来多亩肉用这车是吧？啊。到家了，把这个电车充上电。我走时候把这个秤烧走呢。你哪回来称个五十吧。啊。再拿个这个铺的东西，拉着菜丢到那底下。秤拿出来它没电了，哎呀，要晚上把它充上电，充电器都在下边。这个从二厂搬回来的东西都放这边了啊，弄得跟那个猪窝一样，到现在还没整理，看一下吧，有时间把它整一下。拿上这个垫子，一个铺下面，一个盖上面。啊，太热了，这个菜一晒都晒毁了。还有这之前开水果店的时候。剩的那个袋子啊，啊，中间那装粮房的肉哎，啊，现在1:12了啊，在这里坐一会儿，干娘说话，到这个2点时候再走，骑电车估计得1个小时到濮阳，啊，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喜欢的话点个赞。